5月31日，胡杏儿好友在个人社交网站晒出视频，视频中胡杏儿以女主人的姿态现身老公开的餐厅，说这次是她生产前最后一晚出现在餐厅。照片中只见她穿着一件白色长款衬衫，孕肚十分明显。她高调喊话：“我一定要成我老公了。”话音未落，就已经博得全场掌声兼欢呼。据悉，胡杏儿如今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据说预产期将在今年的7月份。随着好事将近，人们原以为胡杏儿早就已经在家中过起了待产的生活，但是最近有媒体却意外地拍摄到了胡杏儿挺着一个大肚子走在街头的画面，而胡杏儿本人也曾经宣称自己要一直到预产期前1个月才会停下手头上所有的工作。非凡娱乐实时报道。